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刚才在处理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女生要跳楼，因为美容贷款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处理了好久，她才想明白。我也要问你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喜欢我还是？ 我刚才那，难道不是最好的回答吗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